年仍爱关晓彤，两人稳定交往至今已第六年。不过日前却突然爆出两人正在争吵，且当初两人官宣搞太大，现在要分手的话很难收场，引起外界关注。没想到近日微博热搜榜冠军又突然出现，鹿晗关晓彤领证，原来是狗仔爆料两人已登记结婚。不过由于两人交往六年来已经四度被传结婚，这次第五次传出婚讯，却让众多网友傻眼狂亏。一年365天，鹿晗有100天被分手，100天被领证，100天被结婚，剩下65天被骂。狗仔能不能放过鹿晗？三天三热搜，全是口头听说，要流量别逮着鹿晗一个人，在网上掀起热议。Bye.